羡慕你们生女儿的都不用花钱。现在培养女孩的钱不比男孩少。我姐是生儿子就要攒票子，给她娶妻子，买房子，买车子。我女儿我照样会给她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让她有足够底气。当妹妹故意把玩具扔进了抽水马桶，哥哥捡捡。爸爸，妹妹的玩具掉了，快来捡一下。来了来了。谁扔的？谁捡？哥哥。爸爸。这次就算了，我来捡，下次不扔了好不好？不能算了，不能惯着。管好你家孩子，不要再踢我老婆椅子了。小孩子能踢多重啊？太计较了。看电影呢，一直被踢真的很烦。我不要看，我要回家。声音小点，想看就好好看，不看就走。宝贝，你自己去前面玩会啊，我花钱买票进来的，不看完不走。这得赔多少钱啊？请帮我订阅一下哦。谢谢。